四边。那些东西卖990一个，没下过。我也是做机械出身的。什么东西卖990一个？还有这个。谁放的？99一个吧。100美金啊。100美金啊。哦，不对。卖美金嘛，又不是英镑，好嘞。我想半成品，应该属于化了。半成品，那你买个机器就行了，买个机器啊，买一点这些。我看一下，你卖多少钱？有没有钱赚呀？你放个钱。